我是钢管野兽长的112月12号，视角人站，视角人站。这里是翻桶还是？你是364哦。1364，北邮发车站沿线上若一送到阴历社会小时要面对1590个圈子转视角站，关闭车门。下一站终点站瑞丰站龙。哎，交换不用嘛。下一站瑞丰。405是江北沿岸树林不用马之乡。Raven Station.教会终点站瑞丰站到了，我穿过62快速道路下方。终于回家了，只是怕担心这种雨。个人首步搭乘11364回瑞芳了。噔噔噔，以前都是回送列车，对吧？没能搭乘，没那个机会了，对吧？都没有。方站更大了。请您收拾好随身携带的行李，准备下车。谢谢您的惠顾，敬祝您健康愉快，万事如意。再见。We are running at terminal.
水桶没盖好啊，9:45，然后变407。我现在去900可以停第三月台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延长月部分。累帮终点站到了，开启车门了。哇，下大雨了。好，下面有嘛？咱们都在我们那个地方，咱们自己走哪？拜拜。我的11364哦，在终点站，终点站瑞芳兰亭港，然后来跑4017，开往树林的全快。1364是瑞芳发的中一，那个北湖发的中一，先到瑞芳的。你收一下前面的，用900型900，全都卸个完的，拜拜。